风水外送茶，人客来报茶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涛，欢迎各位厂商干爹、糖果爸爸、糖果妈妈们来支持我们风水外送茶频道。这里有位置留给你们哦，好不好？赶紧加入我们，欢迎你们哦。今天的来宾是谁啊？看一下，77号。酒楼，请问送外送的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是我的茶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对，我要点六杯，是编号87号的黄先生吗？对，是陈文明大哥吗？陈文明大哥你好，这个是这个真真特别加油，我要帮你念心经祈福的，帮我拿好，来打我机跟纸钱。我不是陈大哥啊，你不是吗？哎，你不是，我是王大哥，王大哥，哎、不好意思，搞错，是这一单吗？对，没错啊，我没有搞错单啊，不是吧？我是六杯茶了。那不然你刚刚帮我干嘛？我刚刚本来给你紫莲花的，我以为是陈文明大哥。你是王大哥是不是，我也是可以帮他收，没关系。那你再跟陈大哥算。不是的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让我欢迎今天的来宾，超级香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叫了外送茶的香蕉，他是号称演艺界最强的双栖。YT 有29万的订阅人，双栖耶，好羡慕哦！我以为你说的双栖是我买了新房，然后我又买了一间，我以为双栖是现在通常是一夫。好，我们先来到香蕉跟夫人的家，是听说这边是算工作室嘛，对不对？算工作地方。我原本住的那个地方想要工作，可是静不下心。然后后来有存了钱买了这里，几乎每天过来，所以这边比较静得下心，是不是？对，这边住2到3天，一个星期，然后每天早上朝九晚五以上都在这。好，那其实这边也是蛮多时间的，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。OK， 好，首先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香蕉跟夫人家的商门，受伤的伤。商门有什么最好？镜子最好。商门是受伤的伤，不好的门有镜子是最棒的事情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。有小小的巧思，商门的地方哈，你要是放这种金色的东西哦，这个报是谁喜欢放？是不是你吗？太太放的啊，我自己的认知是有这个的话会赚报哦，赚报，哎，金赚赚报，可以，来，商门很适合放镜子跟金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报是非常合适的，而且有两只又属火，这数量更棒，用木来生火。再来，它真的有个架子，它是镜子，这是很好的事情哦。镜子有放大能量的这个功能，所以上面如果再放金色的东西是 double， 可以削弱伤门的。确定进来不会吓到人吗？不会，那个进来好帅哦。当门本身属木，就尽量不要再放跟木有关的东西哦。当然一点点喜欢没关系，但不要太多。它这个量就还行。好，没几朵。永生花不是真花，可是它也是属木的。对，可是它是没有生命的。其实一般住家，我都建议不要放没有生命的东西啊。哦，但要放，不是没地方放，还是有地方放。我等一下跟你们讲。来，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下，我这边刚好特别凉，因为香蕉家比较特别，他家的大门是距离比较长一点点。这个桌子我们现在站的位置，这边是文昌位吉门。哦，文昌位好位，文昌位好位是吉门。你的炉灶在这边很棒，所以没事哈，这个开火煮。哦，因为吉门属火，火来生火更旺。哦，我以为说要把水用滚，用滚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是个寓意。但是我们以门来说，文昌需要是火，当然洗手台是属水来灭火比较不好，可是没有100分的房子，何况你不可能开水的时间比煮东西的时间久了，对，基本上是开火时间比较长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这边不是不能放生，也可以，因为我刚刚说井门属火。木来生火，但是你放真正有生命的更加分。可是放真正有生命的会不会很短暂？那你就一直换啊。我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哦，不要省这个小钱，几门地方很适合种有生命的植物。可是很快枯了就丢，我又去买；很快枯了又丢，我又去买。太太会不会一直骂我，把我骂到更快枯？但你会赚更多，拿更多钱给他，他就不会骂你。哇，好的循环哦。没错，哇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哇，真的吗？是真的是这样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。这个很特别，是夫人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的，好，对啦，放这边可以，但我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，来，香蕉你走过来，是不是要闪？对，好，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，吉门的地方，这边是香蕉家的吉门文昌位，当然本来动线就要很顺，可是每个人家大小不一样，吉门地方最好不要卡。我宁愿卡凶门的，我也不要卡吉门。哦，我把我自己的大路给对，因为这是文昌。你今天如果卡凶门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就不太想，下意识不想走过去了。对，那是少一点点凶门的气。哦，欸、我懂这个逻辑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冰箱在这边，再特别讲一下，这个冰箱的位置非常赞。冰箱最适合放在什么地方？家里中的死门呐、啊。
这里是死门、哦，这边就是死一线之隔哦。所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，你的运气已经是正在上升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放对了，放对，而且你再没有找我，或者是你不信我们奇门遁甲的情况，假设啦，没有，你的命没有，你就把冰箱放在对的位置。死门最适合放冰箱了 ，OK， 记得这件事情。但冰箱几个要件，像它上面香蕉上面空空的，可是要用湿纸巾擦上面哦，哦，不要灰尘哦 ，OK， 好，边财是圆的，库是方的，冰箱就是财库的意思。老师，哎，你都还没问他的疑难杂症，你就开始帮他解惑啊？对哦，我看你这样子，人生这么还买这一间当工作室，应该是又有老婆了。请问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呢，星哥大哥？我烦恼，我应该是说今年是龙年，哎，啊，我刚好也属龙、哦，很多人说要小心，不是大好，就是大坏。啊，今年是犯太岁、哦，好，家人有帮我安了、哦，可是我觉得心还是不安。这一年就跟有的人年纪逢九就要小心。好，对我要担心什么？香蕉举例子非常好，我先问香蕉哈、哦，你觉得今年到现在五月，你觉得不好吗？就是自己会怕怕难丢啊，对啊，这个不敢冲，那个不敢做，千万不要。我等一下帮你把家变得更好，不要担心了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紧接着赶紧把你家改造，让你把这个龙年的事情忘得更干净。改一下，改一下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来到这边，这边是香蕉跟夫人家的客厅，客厅没错。这客厅你们很常看电视吗？很常坐在这边讨论事情，这边舒服我知道，但如果可以尽量去那边滑。去那边滑，那边吃东西，这边也是死门。你家死门就在这边，冰箱跟这一块是同个地方，都是死。你在这边，我看你工作时间也蛮长的，应该你平均在那边几个小时？平均哦，一个小时吧。那根本就不算。那我收回，我这边所谓时间长是指大概三个小时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家里都一定有死门，对不对？一定都有，所以一定有一个空间是尽量不要一直待。对，没错。Okay, 那躺在这里不是全部都不好？坦白，所以我刚才说最好是里面睡觉。OK OK， 或是在餐桌进门。OK， 这边尽量少待。哦，还好我那里有做卧榻可以睡。那边也是金门呐、啊，来，我们进来看。哦，你这个位置哈，你这间平常请问香蕉是在这边时间超久，在这里剪片。你这边是死门跟金门的交界，我们现在是死，过去是金，这里面也是。当然是啊，你整个家我切九宫格啊。哦，你有避开那些墙壁？对，包含这些墙壁都算。后面是冰箱嘛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是死门呐、啊。死门，我刚刚说是可以放永生花跟干燥花，但是还是尽量放有生命的。为什么？死门我刚刚说的属土，木来克土，我们用真正的木去抓土，所以尽量放有生命的植物。橡胶，我会建议你这下面还有缝隙，你可以把这下面这两袋东西往过去移，你靠死门近一点点。好，因为艺人最怕小人官司，但任何行业都怕小人，可是艺人。公众人物更怕了。可是如果我们在金门的话，会不会反而活络会变贵人，会变好人？有办法这样子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等下有更好的地方，我跟你讲。OK。对，那再来这边死门的地方，你用镜子也很棒。我说属金的东西都很棒。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卧榻哈，这边是金门啊，是不错，很舒服。可是真的这边不要待太久了。我平常洗完头发就坐在这边这样吹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子趴着。这是吹风机啊！这是吹风机。老师，你的手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是那种习惯性的。就一句话，恶心。可以啦，那是一下子而已啦，一下子倒还好。有时候这样子打电脑一个小时多，尽量不要。因为我都来了，你最好是一餐桌。以你现在现格局来说，餐桌最好。不过以现在来说没关系，我们椅子过去一样是可以加分的。更可惜在这边可以看外面风景。外面有比基尼啊，还有泳池吗？年轻人，戒色啊！他这边很特别，我简单介绍，他把这个反正是阳台对不对？对，他把它做成半室内。哎，其实这已经算是室内了。你这边是你家的开门。贵人事业大吉之门都在这边，你没事就待在这边，把那个卧榻还是盘的吹风机直接拿过来放在这边。哦，那这边真的很适合思考，尤其你现在是算是创业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创业跟创意都要很占很多，更适合在这边。这是主卧算主卧室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主卧室。好，我们就进来喽。我现在在的地方是香蕉跟夫人家的修门，修门代表桃花、感情、家庭。这边是单纯化妆而已吗？单纯化妆跟他在写笔记啊、做事情啊，都在这。跟工作有关吗？嗯，太太工作、私人通通都在这，是很好，好很好的事情，非常适合啊。哦，修门很适合在那边想事情，但是有个地方啊，门不能对门，对身体不好。对侧门也不行。严格说起来，这位置是可以赚钱，但是对身体比较不好。如果常待的话，那他把门关起来可以？一样，都是门啊。如果我是你，这个门我会拆掉，因为不会有外人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有时候他在忙，他门关起来，他就是把我当外人。哎呦。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这个地方换言之就是用命赚钱呐、啊，可以化解的。可以，我跟你说哈、哦，这边哦最省钱的方式，拆这个不便宜，不贵。这个不贵，最好就是换过来，我人闪掉门，我们坐在这边，桌子在这边，
就门就不会射到你老婆啦。了解。但是这个可能就要拆掉了。哦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柜子这一格跟这个柜子拿掉，你老婆住在这边，别闪门呐、啊。哦、就是尽量让门不要射到他了。如果他时间真的待很久，因为门我说是嘴巴气从门进来。哦，那他如果时间不待久，就都还好，可以了解他均匀一下。那雨欣，你刚刚这样讲对不对？我有结论了，哎、把门拆掉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跟老婆讨论一下子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这边是修门呐、啊，那他的床位，其实我建议你们没事可以不要只住两天呐、啊。他们主卧室的床是生门，这边跟这边，你这整个主卧室都非常适合，因为主卧室有修门跟生门。哦，生门是也是大吉之门、啊。哦，有要生小孩吗？有，有，有。有这边真的不记得，我是讲认真的。那如果说在生门一直生一直生也生不出来，会不会变成罗生门？经过老师一番指点，我们终于成为最美好的伴侣了。不是老师你太多，对啊，我以为是我太太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看到哥哥这样看球，其实也蛮帅的。你有不是啊？是你演哪出啊？老师是状况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香蕉给我们这个风水旺财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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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还没啊，我们还没解决问题啊。你这样看这么就是整间看下来，哎，哦，那你找到哪里问题？他的担忧点跟这问题是不是画上等号了？来，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子啊，为什么香蕉会比较担忧？不只是，当然你说外在因素我先不谈，以奇门遁甲来说，因为你常待的位置在死门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坐在那里。对，所以你会比较坐立难安，状态就一直守在那。可是也代表着你个人的运势是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一般运势不好的人就会一直坐在死门，他不自觉。哦，然后讲了也不听。对。哦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看房子不用给命盘，房子就会讲话了。哦、人在这边自然而然、哦、对，哇！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是，你的床位是生门，你夫人的工作都是修门，所以以这个房子总结来说，多听老婆的话。哦，有啊，我有尽量啊。对啊，尽量。我买房子是不可能长这样的。哦、你买房子也不可能是长这样、哦。对啊，不可能的。然后一堆话，你看我在哪里动不动，你看动不动回到。有点很疼你老婆了，很听话，真的、啊。家财顾好，你更顺。当然大家都顺，但以你这个房子来说，你的家财就老婆顾好，你会赚更多钱、啊、今天香蕉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？其实刚刚影片中已经有答案了。那没事，稍微更改一下，多挪动位置，多善用好的位置。OK， 你心里面的恐惧会越来越低。要么改硬体，要么改软体。对，没错， okay, 真的不用担心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风水观察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